最精彩、最热血的大力士比赛。在我们比赛介绍所有人之前，我要邀请一位我的好朋友，也是常常坐在我旁边跟大家碎碎叨叨念念的 Podcaster 之一，我要欢迎我的好朋友何宜安、何老师、何牧师。什么是 Life Podcast？ 这个就是 Life Podcast， 没错。Hello， 我是 Sugar， 欢迎大家收听 Sugar Podcast。在我身边是何宜安、何牧师。大家好。有没有很熟能详的声音？我们试一下下何牧师。这个哦，我觉得 Sugar 自己的安排了一个项目给自己哦，你是声带大力士 ，OK？ 真的要我这样子喊哦，我早就下去休息了。昨天看了一天比赛，然后到今天，我想大家应该越来越看懂这个比赛了。这其实是在以前我们在跟秋哥聊过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就是多元强壮。什么叫多元强壮呢？就强壮的形式它不止一种啊、所以你会发现呢，有很多包括声带强壮啊，对。那其实你看到这里面呢，肌力、爆发力、肌耐力哈、那其实你发现强壮的形式呢，它展现在很多地方啊。那也是让这个比赛呢变得非常好看，为什么呢？因为呢，在这么短的距离，然后呢这么高的速度，然后这么大的阻力的情况之下，其实呢任何一点点犯错呢，其实都会让这个比赛逆转。那这让这个比赛的结果变得非常非常不可预测，而这也就是我们在讲了刻意营造的一种模拟人生的这种比赛形式。那其实今天呢，我特别还想要讲一个东西，就是呢，很多时候我们看到有一些选手在上面出了错，然后呢，这个或者说卡住在某个地方，然后时间一直跑，然后呢，同时呢，他的这个同组的这个竞争对手呢，已经陆续的完成了。其实这种时候呢，很多时候我们会觉得说啊，这是一个很糟糕、很不想出现，然后呢觉得很可怜的一种画面哦。其实并不是哦，其实这个时候呢，刚好呢就是考验你奋战到底的意志的时候哦。那其实我一直在昨天我在讲说，不管最后比得如何哈，其实选手只要走上场，你的人生从此就不同。为什么呢？因为呢，这种强大压力的竞争哈，其实是人生中很罕见的一种机会。这种机会能够干嘛呢？可以让你看清自己真正的样子。其实一般人在日常生活当中啊，悠闲的度日哈，是非常少有这种机会，知道自己的底线，知道自己的意志。你或许觉得自己很勇敢，或许觉得自己很坚持，或许觉得自己不怕困难。但是呢，在强大压力之下，面对的事情看起来好像非常不利的时候，这时候有一个绝佳的机会，让你看到真正的自己。所以恭喜所有完赛的选手，其实呢，只要走上场就是最棒的。谢谢各位，我们谢谢所有完赛的选手，也谢谢何宜安老师、何牧师，给何老师掌声鼓励。大家都说秋哥，请问 Podcast 什么时候更新？不告诉你，因为我也不知道。马上要进行这个亮相，我们最优秀的裁判长 Rock 博士，还有我们这个亮相比拼的赛道裁判一号赛道，是我们来自 Thomas Strong、Thomas Perro、Thomas 本人黑熊林金伦，掌声鼓励。二号赛道是我们的 Joe Power 杨金佳 Joe 哥，非常优秀的健力选手，来自健二美健身院。三号赛道是两个孩子的爸蔡志伟蔡爸，他也是非常优秀的健力选手，也是握举的全国纪录保持人。第四个赛道也是我们最优秀的龙哥王茂龙选手，来自健二美健身院，他也是大力士之一哦。OK， 接下来加重员是来自健儿美健身院的所有伙伴，还有台大健美社对吗？台大健美社在这里吗？还有突破双106公斤量级全部都上场了，因为重量太重了，大家给他掌声鼓励一下，全部他们都来了。你能不来比赛吗？所有的人服务赛道上的四个选手，重量实在不可思议的重，你能不来现场看吗？在现场没有，是不是现场比较好看？
波，大家一定要来现场好吗？我们要为所有的家中人、赛道裁判、工作人员掌声鼓励给他们。最后要谢谢最辛苦的司仪、记录组，来自陶丽轩哥、Lisa， 还有 Iris 跟女叔。接下来请司仪介绍我们105公斤量级 A 组的选手。A 组王子君1号赛道，2号赛道陈振豪，3号赛道孟显哲，4号赛道徐凯君。OK， 请选手到赛道上面，走向你的赛道裁判。接下来你的4个项目的比赛都会在你的赛道上面完成，请你认识、认清你的赛道裁判，请赛道裁判记住你的选手。我们邀请 B 组的选手。B 组1号赛道宋刚勋，2号赛道张胜章，3号赛道叶时许，4号赛道郑博元。OK， 我们掌声给 B 组的选手，他的应援团在哪里？好的，我们邀请 C 组的选手。C 组1号赛道林孝勋，2号赛道李建豪，3号赛道 Franklin， 4号赛道周维哲。哦，李长博 Ken， Franklin。From Canada， 哇，两位健美选手，李长博他在第2赛道 ，Franklin， you are in lane number 3， you guys have to switch。OK， 我们谢谢 C 组的选手，健美选手举重国手，健力选手通通在场比拼，谁是这个量级的大力士比赛？我们邀请 D 组的选手。第一组1号赛道陈博安，2号赛道李明熙，3号赛道杨志宇，4号赛道邱伟浩。我们给第一组选手掌声鼓励，他们都是强壮的 strong man， 今天初赛拿了环赛奖牌，都是我心目中的台湾大力士。Even though Franklin is not Taiwanese， he is Taiwan strong man。因为他完成了比赛，我们来邀请最后一个主编。一组1号赛道陈奕轩，2号赛道王启安，3号赛道 Nathan， 4号赛道杨家宪。哦，巨人台湾天花板在第4赛道杨家宪。There's a Nathan from 高雄， Nathan 高雄的大力士，还有我们。写了一堆书，翻译了一堆书，神帝王王启安第2赛道，他翻译过的书比我念过的书还要没有。 OK， 我们谢谢所有20几位优秀的105盎格的大力士选手，我们再次热切的掌声给他们。那我们也请选手回到热身区 stand by， 马上要进行最恐怖的 sling arm Overall。 我们现在来讲一下我们的这个雪橇拖拉，在男子105公斤以下，我们设定的重量280公斤。280公斤，我们要从白线往前拉到白线。那计时的时间是1分钟，尽可能的尽快完成。那距离的话，如果说你在1分钟内没有完成的话，我们会测量你的雪橇的前端跟终点的白线这个位置。所以这个雪橇我们是看它的前端过白线就算完成。好，那以上是我们这个项目规则。那有一件事情要注意，就是在预备支的时候，你还没有听到哨音的时候，请你不要将绳子拉出张力，听到哨音才开始用力拉绳，一开始绳子都必须要平贴在地上。好，以上是我们的规则。好的，请选手注意，我的暗号、我的信号是裁判预备、选手预备，但是真正开拉，请你听哨音，好吗？我们有美国的选手，有法国的选手，有来自世界各地的大力士都在现场，但是他要听中文，好吗？他要听裁判预备、选手预备，因为如果练两次 ，judges ready, athletes ready， 可能会拖到比赛的进度，所以记得我的暗号还有哨音。
好的，我们雪橇拖拉比赛正式开始。我们邀请 A 组的选手。A 组一号赛道王子君，二号赛道陈振豪，三号赛道孟显哲，四号赛道徐凯君，选手请出场。B 组请准备 ，C 组请预备。A 组选手的应援团在哪里？让我知道一下。在这里。选手可以使用眉粉，等你好了之后跟你的赛道裁判致意，等你预备好的时候跟你的赛道裁判致意。好，绳子请不要拉离地面哦。裁判预备，选手预备，开啦！280公斤的雪橇。这是一个比重耐力、比腕力、比腰力、比腿力的比赛。哇哦！二号赛道，陈振豪率先抵达终点线。OK， 我们给 A 组的选手掌声鼓励。再次感谢所有在场在比赛中央的有力人士们，他们帮我们恢复场地，帮我们整理场地。这个场地原本下面是一个篮球木地板，我们铺了地毯，再铺了塑钢板，再铺了最棒的台湾用电，再铺了草皮，再铺了居中台，已经六七八层了，就是为了让这一群人来摔，让这一群人来比赛。谢谢台湾优电，给台湾优电热情掌声好吗？台湾优电，台湾第一健身房第一品牌。好的，场地整理的差不多了，我们邀请 B 组的选手。B 组一号赛道宋刚勋，二号赛道张胜章，三号赛道叶时许。四号赛道郑博元，选手请出场。C 组请准备 ，D 组请预备。三号赛道的选手是孟显哲选手吗？你写三军总医院，你是医师吗？不是，绳子不要预啦，绳子放轻松。好了，来了，裁判预备，选手预备，来，可以可以，哇！还有还有还有，一二三，到起来，掌声鼓励。OK， 这是一个比拼速度的项目，它是雪橇拖拉，280公斤。我们谢谢 B 组的选手。Oh my god， 我们等一下进行到 C 组，我会来问一下最速赛道的时间，给大家参考。大家可以算一下，我们现场有多少穿白色工作T的在我们的赛区热区？选手只有4个人，工作人员有快40个人。Oh my God! This is the first Taiwan Strongman 2022. 我们欢迎 C 组的选手。C 组一号赛道林孝勋，二号赛道李建豪。三号赛道 Franklin， 四号赛道孙维哲，选手请出场。D 组请准备，一组请预备。C 组的应援团，哦，
吉吉孙老爷车车在第四赛道 ，Franklin 第三赛道 ，Ken 李长博，他在第二赛道，还有第一赛道优秀的林孝勋选手 ，Come on， 好，请不要预拉，放轻松，放轻松，绳子要垂到地上 ，OK 吗？第四赛道绳子垂到地上，第四赛道，对 ，OK。裁判预备，选手预备。OK, come on. Whoa, whoa, whoa. 可以，可以。泽泽加油 ，Franklin from Nigeria, Canadian. 白线，白线。OK. 加油，加油！还有两位选手，我们给他热情的掌声。加油！李长博 ，Ken， 加油！还有一点点，还有一点点，你可以的。OK， 我们谢谢 C 组的选手，太棒了，这是他们的第一个项目。这个能量系统已经快接近三四十秒了，接近一分钟的重耐力训练。好了，请给我最速赛道的成绩。18.4陈正豪。A 组的选手18.4秒，陈正豪的朋友在哪里？他是现在的天花板。他的朋友没有来，欢迎下一组选手。第一组一号赛道陈博安，二号赛道李明奇，三号赛道杨志宇，四号赛道邱伟浩。选手请出场，一组请准备。我们请34赛道加重员可以帮忙坐在杠片上面，确保我们的这个 L 板是够重的。好，我们第二赛道不要预拉，放轻松。对，裁判预备，选手预备，来。小老师加油！还有第二赛道林明熙选手加油 ，Bruce， you can do this， let's go， let's go。三号赛道杨志宇选手率先通过终点线，还有，我们给一号赛道小老师掌声鼓励，给他能量，可以。可以，来，谢谢地主的选手，280公斤 ，Oh my god！ 所以其实明年如果现场。你的公司是 BMW， 或是你来自范德、宾士、特斯拉，欢迎跟我们联系，我们会跟你借4台车，在赛道上面让选手拖拉，然后可以吗？有特斯拉的车贷业务在现场吗？飞机哦，有波音747的业代在现场吗？我们欢迎 M 一组的选手。一组一号赛道陈奕轩，二号赛道王启安，三号赛道 Nathan， 四号赛道杨家宪。选手请出场。死亡之组，地狱之组，台湾天花板，他在四号赛道，他是杨巨人，还有 Nathan from 高雄。
还有两位选手沈丁王、翻译王、王奇安老师，还有一号赛道的陈奕轩选手。好，我们保持绳子要垂放在地面，不要预拉。第四赛道，对。裁判预备，选手预备 ，Come on！ 280公斤的雪橇。哇！巨人表情，他的表情，巨人率先突破终点线。OK， 几乎四位选手都同时突破终点线的。Who is the top number? Who is the one? 谁是最速赛道？我们谢谢一组的选手。Oh my god！ 死亡之组、地狱之组，记住他们在一组。给我跪最速赛道好吗？好，我们现在要先把这个雪橇拖拉上面的重量移动到旁边。我们谢谢所有辛苦的加重员，刚刚比完第一个项目雪橇拖拉，马上要进行第二个项目，最恐怖也最危险的负重行走。等一下要进行第二个项目负重行走，我们要把场地调整为负重行走的场地，让我们要休息六分钟。我们进一段广告，这个时候大家欢迎到后方的干爹摊位去支持一下，最支持我们台湾 Strongman 的所有干爹，谢谢大家。让我们进广告休息一下。不管你是不是健美选手，在我身边是健美职业卡选手 MC Hotdog 超级热狗王。嗨，大家好，我是热狗王。而且你今天怎么那么瘦？是不是要比赛了？对啊，我下个月要去英国比阿诺德职业赛。健美选手是不是没有在53直接报名挑战明年的比赛？你要确定哦，我这个是虚肌哦。什么意思？重看不重用。健美真的是比好看的吗？也没有啊，但我觉得我就没有很厉害。好的，其实不管是健美，不管是健力，不管倒立式，它都是属于一个极限运动。健美也很极限，从灵肉到身心灵都是某种极限的挑战。所以其实参加健美比赛，要我去我也不敢去。所以我们谢谢超级热火来现场帮健美的选手加油，谢谢。OK， 马上要回到现场了，我们现场要进行第二个项目负重行走。OK， 我们有请我们的 Rock 博士来跟大家讲说一下这个项目的竞赛规则还有配重。好，我们现在来进行男子105公斤以下的负重行走。那一位选手要完成两件事情，在同一个赛程内。我们第一个要做的就是扛起我们的龙门架，这个上面的重量是280公斤。那待会我们会有两个启动点，我们会从这个地方，如果说我们在这个位置启动的话呢，你们要把你们的龙门架从黑线往前抬到黑线。你们的赛道裁判会一直对你们指着，当你们快到的时候，他会告诉你说你要到哪一条线才可以停下来。我们用这个器材的前缘，他的脚，他的底脚当成黑线对黑线的点。那但是呢，我们待会 B 组的选手，我们会直接从那一端开始启动。从那一端开始启动的时候，你们的龙门架就会从白线往前回到这边的白线。所以A 组、C 组跟 E 组的选手，记得你们的龙门架从黑线到黑线，那你们的农夫杠呢，从白线到白线。那 B 组跟 D 组就是从反过来的，就是白线到白线，黑线到黑线。那无论如何，你们的赛道裁判都会一直跟你们指着你要完成的位置。那我们的农夫杠一支是95公斤，单手95公斤。那待会预备姿势的时候，选手可以先进杠，可以靠着，但是不要抬起来。那如果说你可以完成的话，一分钟内尽快完成。那如果说没有办法完成的话，我们会丈量你的最后一个器材，
距离终点线的位置，距离终点线的位置。好，那提醒各位105公斤的选手，因为现在的重量真的非常非常的重，那你们又需要在这么重量这么重的状况下有速度，请务必注意自己的安全。好的，前面是280公斤的负重 Yoke Bar， 后面是单手自体重105公斤的农夫杠，一只手就是一个自体重，两只手就是两倍自体重，硬举起来要往前走。这个冲起来，这个是我们项目里面最多人扑街跌倒的项目，最危险的项目，请所有选手注意安全 ，Beware。等你跑起来的时候，你会发现重心不在你的身上，要小心。然后我们也会请赛道防护员在你 Yoke Bar 冲线之后呢，赶快把 Yoke Bar 移动一下位置，然后去守护它。第二个冲刺一定要提醒他，第二个冲刺的冲线点不在原本的线上，好吗？黑线冲黑线，白线冲黑线，我们马上要进行男子组105公斤量级第二个项目负重新手比赛正式开始，我们一起 A 组的选手。 A 组一号赛道王子君，二号赛道陈正豪，三号赛道孟显哲，四号赛道徐凯君，选手请出场。 B 组请准备， C 组请预备。来喽！彩排预备，选手预备。我们给选手加油！这是280公斤，二号赛道的陈正豪选手 ，OK。选手加油！A 组最后掌声鼓励，这个是非常困难的280公斤 Yoke Bar 跟单手105公斤的农夫走路。的选手 ，B 组一号赛道宋刚勋，二号赛道张胜章，三号赛道叶时许，四号赛道郑博元，选手请出场。C 组请准备 ，D 组请预备。B 组选手，你们的应援团在哪里？好，提醒 B 组选手，待会你们的计时器会在我这一侧。好，我们再调整架高，架高应该是还没有设定好。好，那我先顺便宣布，待会 B 组选手你们的计时器会在我这一侧这一个，然后 B 组启动的位置，你们的龙门架白线到白线，你们的农夫杠黑线到黑线。来喽！裁判预备，选手预备。
来。280公斤的佑可冲白线，白线，白线 ，OK。回来单手105公斤，两倍自己的硬举，然后往前走，注意你的重心，注意你的安全。黑线 ，OK， 黑线，黑线 ，OK。还有3号赛道，还有4号赛道 ，OK。1号赛道的选手加油。相关于热烈的应援团在哪里？OK， 掌声鼓励给所有热情的 B 组的选手。我们也请赛道裁判移动位置，调整架高。好的，我们邀请 C 组的选手。C 组1号赛道林孝勋，2号赛道李建豪，3号赛道 Franklin， 4号赛道孙维哲。选手请出场。D 组请准备，一组请预备。选手加油。记得第一条冲线是黑线。Black lane, black lane. Frankly, the first lane is the black. You need to pass, go past the black. For the age of your slate, for the age, not the whole body, the age for the black lane. 好了，选手可以 stand by, athletes stand by.来喽！裁判预备，选手预备 ，Come on， lightweight， let's do this， let's g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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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小车 ，let's go， 我们1号赛道，林孝勋 ，Franklin， 小车 ，Okay。White lane, white lane, OK。还要折车，4号赛道折车，可以，可以，可以 ，OK。好的，我们有第2赛道的 Lisa Mokin， 我们还有10秒。我们谢谢 Ken。选手可以不用戴口罩。OK， 非常精彩的 C 组，还有2组。哦，这个重量真的重的不可思议，在男子组105公斤量级，这个已经不是什么趣味竞赛好吗？这个是人类的极限大力士比赛。它是一项极限运动。
还有两组，还有两组，然后等一下还有两个项目，最精彩最恐怖的是第三个项目硬举，那个不要错过，真的不要错过。OK， 我们场地这里 OK， 我们邀请第一组的选手，第一组一号赛道陈柏安，二号赛道李明奇，三号赛道杨志宇，四号赛道邱伟浩，选手请出场，一组请准备。第一组选手，你们的应援团在哪里？那个第四赛道有人吗？第四赛道有来吗？好，我们稍微等一下，选手请放松。好的，我们有规定不能穿牛仔裤，他那个不是牛仔裤 ，double confirm， 真的不是牛仔裤。哎，选手请准备，裁判预备，选手预备，280公斤 ，Yoke Bar 负重行走，白线白线白线 ，OK， 回来。Farmers Walk， 注意安全 ，Safety First， 单手105公斤，稳住，稳稳的，稳住，稳住 ，A 线 OK， 还有一号赛道伯恩，小恩老师非常辛苦，我们给他热情的掌声。他可以，还有15秒。Yes， 我们谢谢第一组的选手。在这个量级，场地的破坏力已经不像昨天一样了。每一个场次，我们都要复原一下场地，因为我们草皮并没有粘在地板上面。其实在健身房确实会完全的粘在地板上面，但是我想说，哎，就只有比这几个选手嘛，结果完全误判，所以明年我们真的会粘在地板上面，好吗？我们的家中员比较那么辛苦，还要整理草皮，今年不好意思是小弟误判了，他们选手的破坏力，然后还有这些装置的耐受程度，我们明年也会知道说，原来他们会铁咬铁，我们就会让赛道都有铁锤，好吗？刚刚我们可以把东西敲下来，把东西复原，快速的恢复场地。不好意思，让大家安顿一下。那我们调整加高。好的，我们来宣布最速赛道有两位哦，不对，杨志宇最快，他是21秒。林孝勋21.3秒，哦，记得20秒跟21.3秒，他们只差0.3秒。OK， 我们来邀请最后一个组别，一组。一号赛道陈奕轩，二号赛道王启安，三号赛道 Nathan， 四号赛道杨家宪，选手请出场。台湾铁老板 Nathan， 启安老师，还有一号赛道选手，来喽来喽来喽，裁判预备，选手预备。哦，哇哇，一号赛道，一号赛道，哇哇，哎哎哎 ，Come on，Come on。
吗？哇哦，哇哦，刚刚是最精彩的第二个项目，男子负重行走，看精彩的 replay， 在你的左手边。Oh my god! Oh my god! You never know, you never know.再次掌声感谢所有出赛的106公斤选手。休息五分钟、六分钟，我们要进行最恐怖的车轴杠一局。我们休息一下，冷静一下，喝口水，休息一下，马上回来。欢迎回到男子106公斤量级第三个项目车轴杠一举，这是最遥远的两关的距离，也是你最长人生的一分钟。由我们的 Rock 博士裁判长来跟我们大家宣布比赛的竞赛规则以及两个项目关卡的重量。罗伯，接着进行男子105公斤量级的车轴杠一举项目。那我们有两支杠铃，在面前第一支的话，这个是 Elico 的标准健力杠，那我们使用 Elico 的杠片。那这支杠铃设定200公斤，待会选手会先在这个位置进行三次的硬举。那三次硬举之后呢，你就可以往后走到第二关，在穿杠的这个举重台上面。在举重台上面，我们设定的这支车轴杠的重量是230公斤。那总时间两支杠铃加起来计时一分钟，所以预备姿势的时候，你可以抓杠，或是你可以选择你要站姿预备都可以。那当听到第一声哨音的时候，就是时间开始。那总共有一分钟的时间，尽可能的拉多下。那我们有一个，应该说有两件事情要记得。第一件事情就是一定要看裁判的讯号。当你拉起来，裁判觉得你站直了，他会对你喊 down。如果你没有看到他喊 down 的话，你直接放下，这样就是抢信号，记得不要抢信号。那第二件事情就是，请不要，绝对不要做 touch and go 的动作，不要做碰地就起，你不要去连续的保持张力，连续拉，你每一下都要放掉，重新启动，这样才算一下。那我们的次数计算的话，这边会有三下，一旦你到那边的话，就是从第四下开始算。所以待会你们听到秋哥所说，那个天花板是几下的时候，就是这两支杠加起来的次数。那还有一件事情就是可以零秒出手，当哨音第二声下哨音时间结束的时候，你的杠已经离地了，这个时候我们会让你把它拉完，不论你拉多久都算是那一下完成。好，以上是我们的车轴杠硬举。 OK， 再次提醒选手，不可以弹正，就是不可以 touch and go， 不要 bouncing back， 因为这个是大力士，在大力士的世界里面是没有相扑硬举跟弹正式的 touch and go， 他就是每一下算一下，每一下算一下，他认为 sumo is cheating。 当然你喜欢健力 powerlifting sumo 是可以，但是 in the world of strongman there's nothing allowed for your sumo stance，好吗？所以直腿硬举、传统硬举这两个项目，绝对是每一个选手最遥远的距离，也是你最长的一分钟，非常的血腥。比赛正式开始，我们邀请 A 组的选手。A 组一号赛道王子君，二号赛道陈振豪，三号赛道孟贤哲，四号赛道徐凯君，选手请出场。B 组请准备 ，C 组请预备。开把两倍自体重就是我们选拔的地标，所以开把200公斤，第二关230公斤。请选手跟你的赛道裁判致意。When you are ready， 裁判预备，选手预备，来吧！时间充足 ，OK。二号赛道的选手率先挺进了第二关，他是陈振豪选手。四号赛道，徐凯君也挺进了第二关。最遥远的距离就是第一关到第二关，这个五步之遥。来，我们给一号赛道王子君的掌声鼓励，给他能量。让他拉过第一关，
零秒出手，时间到，我们谢谢 A 组的选手。在这个项目，我们会看到很难举起来，也可以看到我们怪兽们拿后面的车轴杠做有氧 reps。27下，昨天的女生27下，想看吗？昨天没有来，你就没看到，所以是不是要来现场？对不对？我们欢迎下一组的选手。B 组一号赛道宋刚勋，二号赛道张胜章，三号赛道叶时许，四号赛道郑博元，选手请出场。C 组请准备 ，D 组请预备。B 组选手的应援团在哪里？喊出他的名字，跟你的赛道裁判致意。裁判预备，选手预备。Lightweight baby， 他在二号赛道。Lightweight baby，OK。四位选手都挺进了第二关，爸爸加油，爸爸加油，戴哥加油，爸爸，孩子的爸，孩子的爸，他在七号赛道。三号赛道，戴哥，孩子的爸，孩子的爸，可以 ，Come on， 家中也给他鼓励，观众给他们鼓励。还有15秒 ，Let's do this， 最后10秒钟，借给我。5、4、3、2、1，把他拉完，把他拉完。可惜时间到，我们谢谢 B 组的选手。好，我们提醒一下那个二号赛道的裁判，我们的 C 组的二号，他接下来的赛事不上场。是 Ken 哥吗？哦，我们有一位选手可能不小心有受伤吗？有受伤的话 ，EMT 终于我们可以用到 EMT 了。真的是感谢大家，我们今天并没有太多的选手受伤，真的，我们第一届大家要平安，因为 SPD 是个卖护具的厂商，你的厂商受伤了，千万赶快把你的护膝收起来，不要说你是用 OK 了。来，我们下一组是 C 组的选手。 C 组一号赛道林孝勋，三号赛道 Franklin，四号赛道孙维哲，选手请出场。D 组请准备 ，E 组请预备。OK， 我看到跟世界杯一样的，后面的捕手会给他加油，现场的观众会给他们喊声。Franklin， let's do this。裁判预备，选手预备，来，哇哦，哇哦 ，Oh my God，Ladies and Gentlemen，He's a bodybuilder Franklin from Nigeria Canadian， 他挺进到第二关，他是 Franklin， 这次第四道也挺进了第三道，三位选手全部挺进到第二关，230公斤的车轴杠。哇！喂！健美选手拿我的230 reps，Come on，Come on，That's
15秒，最后10秒钟借给我。5、4、3、2、1，哦，你不要出手 ，Come on， That's the man， That's the man， He's a strong man， He is a bodybuilder and he's a strong man， He's Franklin， Come on， 听我来。13下 Franklin， 后面两组要打败他，要挑战13下的总次数。好的，我们欢迎第一组的选手。第一组1号赛道陈柏安，2号赛道李明奇，3号赛道杨志宇，4号赛道邱伟浩，选手请出场，一组请准备。OK， 最精彩、刺激、好看的就在这个项目了，你错过了，你就看不到了。OK， 选手预备中，裁判预备，选手预备。来吧 ，Come on！ 可以 ，OK， 才花了不到20秒，15秒，统统完成了第一关。哇！哇！4号赛道有机会超过13下吗？再来，后面的加速员把他喊起来，现场观众给4号赛道。邱伟浩选手，15秒，老翔，邱伟浩选手 ，Come on！ 1、2、3号赛道选手也给他们掌声鼓励，立马出手。1秒出手，拉完，把它拉完呀！可惜，谢谢第一组的选手。OK， 刚刚第4赛道，邱伟浩选手10下未能挑战 Franklin 的13下。OK。我们在接下来是最恐怖天花板的量级，我们有请一组的选手。一组1号赛道陈奕轩，2号赛道王启安，3号赛道 Nathan， 4号赛道杨家宪，选手请出场。其他的音乐团喊起来，其他人的音乐团通通喊起来，这是这个项目最后一个分组，地狱之柱、死亡之柱就在这里。好，裁判预备，选手预备。OK， come on， 3下。哦。哇、哦！期待老师，你的音乐团在哪里？哇！台大外文系，台大外文系，他是王启安。Oh my god！ 2号赛道，他的学生在哪里？巨人，巨人，再来，再来。Nathan， come on， Nathan， let's go， let's go， let's go， 15秒，最后10秒钟借给我，5、4、3、2、1，拉完，0秒出手 ，OK， 哇！台大外文，还有我们巨人哥 Nathan， 我们热烈的掌声，谢谢所有
105公斤以下的所有选手。我们有超过刚刚的天花板是三下吗？就秋哥，二号赛道13。Ladies and gentlemen，有两位选手，两位选手都是第一名，来自乃学院 Franklin 十三下，还有齐安老师都是十三下并列分组的冠军。十三下 ，Oh my god！ 我们休息6分钟，冷静一下，稍后来进行最后一个项目——沙包过杠 （Sand Back Load）。我们休息一下，进广告，稍后回来。欢迎回到男子105公斤最后一个项目，第四个项目沙包过杠 Sandbag Load 的现场。接下来会有三颗沙包，我们有请我们裁判长为我们讲解这个赛事的裁判规则，还有它的重量。好，紧接着进行男子105公斤以下最后一个项目沙包过杠。那待会来说的话，会有三颗沙包在选手面前，会由左到右，由轻到重，三颗沙包，请依序的在1分钟内尽可能的完成三颗沙包的搬运，并且丢过那一端的龙门架。那我们龙门架在105公斤以及105公斤以上，我们会设定为高一格，在14格的位置，那待会过程中要搬运沙包的时候，请选手务必让沙包离地。不要去踢它，不要用翻滚它，任何奇怪的方式去移动它。但是唯一一个可以推倒它的情况下，就是在预备姿的时候，你如果觉得它是直立的位置，你不好拿，你想要让它倒下来，你可以先把它推倒。但请不要连续一直翻滚它，这样子。好，那待会还有一个规则就是，如果说时间已经到了，1分钟已经到了，你的手上的那颗沙包已经粘在杠上了。这个时候你只要不要让它落地，你把它翻过去，用任何的方式我们都让你翻过去，都算你成功。那如果说你在杠前不慎落地的话，这时候并没有让这个沙包通过这个杠，它是掉到另外一端的，我们的加重员会帮你推回来，让你从杠底下再次的有机会把它翻过去。好，那如果说你并没有把三颗在1分钟内都完成的话，我们会测量你最后一颗沙包的距离，距离我们的杠底下正中间的位置，作为你的成绩的依据。好，那因为现在的沙包非常非常的重，起跳就是200磅嘛，那最后还有到250磅，所以请选手务必注意安全，好，以上是我们沙包过杠的规则。好，对，那我们这个项目一样，我们的场地会做一个交换场，我们的 ACE 三组会从这个位置开始启动。当沙包被搬过去以后，我们会把龙门架扛过来，我们取两条最接近的线，也就是这一端的白线跟那一端的黑线，在线内这个距离，所以待会就是把那个龙门架扛过来在白线内，然后那边这个沙包过去在黑线内，这个方式来进行一个交换场地的动作。好，那我们的选手请注意，我们预备姿的时候，请不要俯身或蹲下，我们预备姿请站着，听到哨音才开始去提举你的沙包。好，以上。好的，接下来就要进行最后一个项目，比完四个项目，你才能知道谁是大力士的第一名、第二名跟第三名，因为我们是积分制的。第一名你就取最高分，假设是24个人，就是24分、23分、22分、21分，依序往下积分制来看，谁是前三名，谁是第一名。OK， 我们沙包过杠 Sandbag Load 比赛正式开始，我们有请 A 组的选手。A 组1号赛道王子君，2号赛道陈振豪，3号赛道孟显哲，4号赛道徐凯君，选手请出场。B 组请准备 ，C 组请预备。你的朋友，你的应援团，请喊出他的名字，帮他加油。
一定要喊出他的名字，给他力量，让他知道你在现场，你没有在滑手机，你在现场支持他。裁判预备，选手预备。OK， 200磅，第一颗200磅。哇！200磅的冲击力不是开玩笑的，我们请加重员来第二颗。哇，一号赛道王子军，哇，来，我们请加重员用力的靠住龙门架。 OK， 第二颗大魔王250磅。哇，二号赛道陈振豪选手完成了比赛。好，加油，我们还有15秒钟。还有，你还有时间，你还有时间，最后9秒借给我。3、2、1，时间到。我们谢谢 A 组的选手。OK， 我们请裁判丈量。200磅，200磅，250磅，三颗沙包，非常的血腥啊。OK， 场地设定完毕，我们邀请下一组选手。B 组一号赛道宋刚勋，二号赛道张胜章，三号赛道叶时许，四号赛道郑博元，选手请出场。C 组请准备 ，D 组请预备。OK，B 组选手，你的应援团在哪里？喊出他的名字。裁判预备，选手预备。选手加油！播放员撑住哦，他要来冲撞你的龙门架了，他要来冲撞你的龙门架了。哦 ，OK， 他要来冲撞250公斤 ，OK， 250磅。哦，喊起来！来，加油，可以 ，OK， 来一位 baby， 二号赛道，来一位 baby， 一号赛道加油，还有三号赛道，给他们掌声，加重员帮忙的喊声啊，时间到，给 B 组的选手掌声鼓励。OK， 你可以在我们的左边的大荧幕看到刚刚精彩的重播，它比你想象中的还要难，它一掉地上你就没了。我们看到有多少选手在最后这个项目因为沙包手一滑，他从第一名掉出前三名，真的是这样，因为这是一个积分制的比赛，这是一个，哎，是你们吗？是吗？没有关系，这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比赛项目，它是依照积分来比拼谁是最强大力士。OK 吗？我们加重员 OK 吗？赛道裁判给主审裁判一个信号，我来唱名选手。还没。好，我们欢迎下一组 C 组的选手。C 组一号赛道林孝勋，三号赛道 Franklin， 四号赛道孙维哲，选手请出场。
第一组请准备，一组请预备。OK， 掌声来了 ，Franklin in the house。He's not only a bodybuilder, he's also a strongman. Franklin, lane number three, Franklin.选手注意安全 ，Safety first, safety first。裁判预备，选手预备。Oh my God！ 哇！哇！Franklin， let's do this！ 哇！哇！He's not only a bodybuilder, he is a strongman. 一号赛道，哇哦！李小西选手，这次我们给来自机器的哲哲，加油！你还有时间，你还有时间。把他喊上！谢谢哲哲，谢谢 C 组的选手。刚刚完成比赛的选手，他们都完成了四个项目的挑战，他们完成了比赛，他们可以拿到完赛奖牌，他们就是台湾大力士，给他们掌声鼓励一下啊！他们完成了比赛，他们享受比赛，有这样的老公，你们几点回家？不一定会回家，有点害怕。跟各位宣布最速赛道。来自 Nigeria 32.6秒的 Franklin， 32.6秒的 Franklin，Top Number One Franklin，Oh my God， 孩子的爸，孩子的爸 Franklin，OK，、okay, 我下邀请下一组别的选手上场。第一组一号赛道陈柏安，二号赛道李明奇，三号赛道杨志宇。四号赛道邱伟浩，这时候请出场。一组请预备。Come on， 台湾最强大力士，台湾 Strongman， they are all in the house。裁判长，裁判预备，选手预备，200磅。哦。OK， 请加重员一定要奋力的抵抗，一定要奋力的抵抗，他要转过来了。OK， 小云老师加油，选手加油。OK， 有三位选手来到了第三，大魔王250磅，哦哦 ，OK。是杨志宇选手跟邱瑶选手，还有李明奇选手完成了沙包过高的挑战，他们也完成了比赛。最后，我们给齐安老师、小安老师、小文老师、陈柏安选手掌声鼓励。他还有时间，他还有时间。时间到，谢谢小文老师。谢谢第一组的选手，他们完成了比赛。好，我们要调整场地。哎呦，我的导播，我的 FB， 你没事吧？我们再次给所有穿砖红色的在场的摄影师，还有所有的 PA 音响工作人员，掌声鼓励好吗？他们可是冒着生命危险在现场帮大家拍摄。你知道光是我走来走去，我就踢到沙包破开几次了吗？他们踢到钢边跌下来，他们一声都不敢吭，因为他们在台湾大力士的现场。辛苦了，
场地恢复的时候告诉我。球的场地 OK。OK， 大会宣布刚刚。杨智宇选手超前了31.1秒，他是这个项目的天花板，目前是他是天花板。杨智宇选手，我们邀请最后一组一组的天花板上场。一组，一号赛道陈奕轩，二号赛道王启安，三号赛道 Nathan。四号赛道杨家宪选手，请出场。台大的同学，你们在哪里？启安老师加油，巨人哥加油 ，Go Nathan， Let's do this Nathan， Come on。裁判长，裁判预备，选手预备 ，Come on， Come on， Whoa， Nathan。OK， 齐安老师加油，巨人哥加油 ，Nathan is coming，He is coming， 哇、wow ！加油加油加油，哇、wow ！都完成了比赛，谢谢大家，谢谢大家。等一下我们会记录成绩，来颁发前五名、前三名，到底是谁？现在我也不知道，因为这是算积分、算总分的。有这样的老公，有这样的女朋友，你几点回家？你几点回家？我们要休息六分钟，进行颁奖，休息一下，进广告。以及 Krypton 的现场，最挺我们的 Krypton， 谢谢 Jonathan 哥，今天这么多器材，你的雪橇超棒的，是不是人人都应该有一条雪橇？每个人都应该要有一台雪橇。对，那今天所有在会场上面我们赞助的器材都有七五折的优惠，那还有部分的器材还没有售完，所以都可以到摊位来找我。那现场到八月底，只要你到我们的官网出示你有来大力士比赛现场的打卡，我都有85折的优惠，所有的器材，那欢迎大家跟我们联络。所以还有福利品可以捡好康，那剩下什么剩最多？剩下300磅的沙包。300磅的沙包，干爹你在哪里？你需要300磅的沙包，请一定要来 Krypton 的摊位。我们谢谢最支持台湾大力士的 Krypton， 谢谢 Jonathan， 请大家一定要来 Krypton 的摊位看他们家最棒的器材。谢谢 Jonathan 哥，谢谢，超棒的。OK， 欢迎回到颁奖的现场，这个量级不可思议。我们再次的跟裁判长确认排名没有错，积分没有错。想不到你表现优异，你可能在两个项目拿到第一名，你在另一个项目得到第10名，你就掉出前五名，就掉出前三名，真的不可思议。所以我们 double confirm 了，这个就是大力士比赛有趣的地方，你要平均的发挥，你才有可能成为第一名、第二名或者是第三名。今天的第一名就是平均发挥，稍后我们有请裁判长，那我们来公布前五名的选手。但是我们要邀请颁奖嘉宾 Krypton 的江南森哥来为我们选手颁发最高荣誉金牌还有完赛奖牌，谢谢江南森哥，这边请。好的，我们有请裁判长，在确认过眼神，也确认过数字，真的没有问题。我写的公式，我写的函式没有错。裁判长，好，我们现在宣布105公斤以下男子组的前五名。第五名 ，Franklin，Number Five。
我以为 Franklin 可以在前三名，可惜他们负重行走，跑到了第十名，但是也有三位选手并列第十名，所以那个积分掉到了第五名。But still， 好，我们来看第四名，103号杨志宇选手。第四名，杨志宇选手。好，第三名，108号 Nathan 李汉生。Nathan。Bronze medal from 高雄 Nathan。好，我们的第一名跟第二名积分只差不到两分。我们第二名是109号杨家宪选手。巨人哥，巨人哥，沙包如果没有掉下来，他就是冠军。But you never know， 谁是第一名？他是王启安，来自台大外文系，台大的同学，启安老师 ，Come on，Let's do this， 王启安，台大外文系，台大的同学，你们在哪里？有这样的老师，你们还敢翘课吗？我们恭喜五位选手，我们有请 Jonathan 来颁发最高荣誉的奖牌。Oh my god！ 第一组队，王启安老师来自台大 ，He is from Taiwan University。Oh my god！ 台大学生拿到台湾大力士，他是王启安 ，Come on！各位同学，大家不要气馁，我们明年要把奖牌留在台湾，好吗？我们还是感谢 ，Thank you Franklin，Thank you Nathan， Wow， from United States， from Canada， Strongman， Taiwan Strongman， 还有巨人哥，还有我们杨志宇选手，我们给五位选手热情的掌声。请看一下右手边 ，to the right side for the photographing。好的，再次感谢所有完成比赛105公斤量级的选手。如果你有报到成功，你有上场比赛，你有上场比赛，你会拿到刺青贴纸。你有刺青贴纸，你就可以拿到完赛奖牌。你只要上场的比赛，你就是台湾大力士，超棒的！我们谢谢他们。OK， 我们要休息一下，马上要进行，稍后要进行最重量级男子无限量级最恐怖对场地的破坏者最恐怖的无限量级。有不可思议的选手，不要错过。有举重国手、健力国手，他们都在现场挑战男子无限量级的 Taiwan Strongman。休息一下，马上回来。See you later。